大家好，我是歌剧演员。好，这次玩歌剧演员皮肤是原皮。那我本来是想说，奇怪，不是上新角色之后，通常传统都是会隔一个礼拜才能玩双剑嘛？就居然能玩双剑了。有人说可以玩双剑，所以我就来玩，今天就来玩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然后呢，叫一下敌方阵容，这是调香师。然后呢，没打到。玩具商前锋小女孩、祭司、冒险家、囚徒还有一个盲女。没打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好，可以call到你了。我要用技能，受不了了。好，有没有这个加速这一点，其实它本来是为了转点用的，就是转墙壁，转另一个墙壁去加速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用再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加速，就是平地就有这种加速的效果，所以把它拿来利用，善加利用这种加速的感觉，有没有就可以打到人。所以我觉得这角色是真的蛮厉害的啦，如果你真的善用它的技能的话，真的是蛮强的。除了偶尔会卡点，卡那个地形之外，其他都还没什么大毛病。好 ，OK， 打到两下了，直接用技能飞过去，是不是？他又有这个可以丢出去的技能去补足这个墙壁之间的空缺。哦，回溯的不错哦。好，还是被我打到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抓到啦 ，OK。那这个角色呢，其实越玩之后，你就会越熟悉他的操作的这个顺畅度，就会越好。所以呢，多练习啦，对，还是多练习。像伊塔库亚当初的时候也是多练习，就会操作很顺畅了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这边有人吗？好像有人那是谁啊？好，我刚刚冒险家是不是？好，冒险家，我们来针对一下。不怕，完全不怕，因为等等带传送可以回去防守，所以先跟他玩一下也可以。来喽！换个点，没回到，好，好歹回你一下再回访，回到了，回访了，我说按错了，按到破译机，尴尬，好，救掉了，但是似乎没有跑远，好，我队友来了，他下面等吗？好哦，下面等，兰姐，来一下，干得好，干得非常的好，好 ，OK， 继续抓。玩具商也差不多快倒数结束了，这真的也可以再防守一下玩具商。不过调香师应该要先让他飞，但是鱼女好像没有要来守，鱼女是不是可以来守一下？好，先按掉。调香师有人要来救吗？没有了吗？不是吧？但是有人去救玩具商为什么？好，我来帮忙了，走喽。特快车通道，前锋怎么会用玩偶啊？前锋怎么会带玩偶？那为什么召唤玩偶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过去吗？打到了哦。好，前锋就这样被抓了，我也觉得莫名其妙。好，就上第二次，有没有去救嘞？感觉好像还是会有人去救吧。没有了。好，这波他们有点亏。祭司来这边干嘛？人都走了，你还在这边流连忘返。第二下，你很亏哦。我现在甚至都没买道具，是不是真的太 OP 了一点？好，直接用这个加速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非常的厉害，速度很快，抓到了另外的祭司。前锋也倒数快结束了，这个节奏可以，蛮顺畅的，是不是？等等，又来守一下前锋。好，前锋有人要来救吗？来看一下啊，有没挥到小女孩。好，先转一下点，转，再来一下骗一下，没骗到。好，转，居然没挥到，气死！好，继续追，板踩掉，来喽，要压板吗？骗一下，可恶，居然没回到。第一次也快要倒数结束了，我就前锋过去救。他确实是会去救，没错。好多人，四个人，也太多了吧？然而，并没有什么用，是不是？好，打到了，是打到小女孩，居然被挡到了。要走吗？
似乎他也没把握能够走得成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被陷害了，被玩具上的踏板陷害了，卡住哎、欸，没跳过去哎、欸，天哪，这是猪队友吗？那不是踏板吧？那是陷阱吧？坑杀自己的队友，已经飞了，已经飞到玩具上，哎，真的是很酷哎、欸。好，又被救掉了。OK， 难道坐车走吗？难不成他想坐车走吗？还真的嘞，你就让他走吧。我们来现在守一下，冒险家也飞掉了。好，还有囚徒，拦截得了吗？哎、欸，提早走了是不是？好，来守一下囚徒好了。目前飞掉三个，破坏机还有三台，整个就是胜利女神直接在我们这边打地铺了，好不好？直接不是在我们这边而已了，直接要过夜的感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囚徒剩四秒，应该没有人来救吧？而且我有带速冻瓶诶、欸，我想要来个必杀技。必杀技是什么呢？就是附身在对岸，然后丢速冻瓶，就像这样。有没有看起来很和蔼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无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哦，丢了，是不是？又被电了，可恶！这套路好像没成功，差点就能成功了，真是的。好，如果用得好的话，应该是有奇效吧？我想，应该啦。好，前方那椅子第二次，前锋又被抓了。前锋会飞吗？应该是第二次而已啦。哦，这边有这个门诶、欸，来吧 ，Come on， 小女孩，反正你也没有损血啊。好，救掉。OK， 又被挥倒了。好了，提早飞，在小女孩的帮助之下，提早飞了。好了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现在前锋在飞掉，赢了，赢了、欸。破机剩一台，哪里走？是谁？盲女？还、欸、是盲女？哟、哦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了！我被自己卡住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很有可能会卡住。好。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按到最后是没办法离开的，没办法在 F 键离开，要用普通攻击才能脱离这个隐喻的部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一个次数的提示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、欸，这样没挥到，我、哦、挥到了。好，这个抽板刀补的真好，要自己讲一下。好，继续来追吧。CD 时间还有四秒。哎呦！飞轮，好，两下了。哎，知道怎么躲嘞？已经可以说是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地窖开嘞、欸！我、哦、被捕到，被捕到了。好，地窖在那里吧？我想小女孩应该可以跳走了。结果最后生还的居然是小女孩。嗯，始料未及呀、啊。